起飛嘅係10號啊。好啦，重新再安排上去入閘嘅馬係逐步贏。好啦，最後入閘怪獸豪俠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五場賽事四班千百嘅泥地大熱暫時都仲係九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有赤火驍龍、藍眼罩、妙算歡騰，中間橙帽日就月將，外邊一對粉紅眼罩係雙天至尊，外邊呢走埋上去紫色眼罩呢就係呢隻幸運精選嚟㗎。內欄走上啲啦，有逐步贏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豐盛多彩呀，外邊德勝多呢就走埋上去呀，後啲嘅馬啦，咁出面係紅粉風彩啦，內欄帝豪大師啦，尾四攝咗入去二搭啊，響尾四嘅就係大道至正啦，內欄攝咗入去添啊，尾三紅帽黃衫金絲大將啊，一年風月喺外邊呢暫時包尾係怪獸豪俠嚟嘅。開始幫對面直路啦，雙天至尊就帶頭嘅，第二位呢外面就係嗰隻幸運精選啦，守住內欄第三係赤火驍龍啊，出面第四位望空咗啊，就係嗰隻德勝多，中間第五淺藍衫妙算歡騰，內欄第六黑衫逐步贏啊，中檔第七位橙帽係日就月將啊，再見到內欄位置啦，就帝豪大師啦，中間呢就豐盛多彩啊，尾五外面紅粉風彩啊，尾四黃衫紅帽金絲大將啊，後面三隻大道至正響尾三，尾二怪獸豪俠啊，褪咗喺後面呢係一年風月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就雙天至尊就順帶啦，咁進佔第二位赤火驍龍就拱咗隻幸運精選出去啦，外面呢仲有德勝多第四位啊，埋面第五位黑衫逐步贏啊，外面橙帽日就月將揈出去追啦，跟住嗰條路上呢仲有豐盛多彩啦，出面紅粉風彩啦，再後面嘅馬啦先到大道至正嗰啲啊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一對鬥緊，雙天至尊仲有啊，咁赤火驍龍呢大邊大邊打落去㗎啦，再見到中间位置上咗少少就日就月将啊，内栏系逐步赢，外边追上嚟嘅马友呢只咧就系丰盛多彩啊，接近终点啦，大道之精外边挞着咗冯马哥嘛，咁啊打一搭赢添啊，跑第二名，双天至尊响入边，灰马赤火骁龙，至于跑第四名咧系嗰只逐步赢啊。今场赛事呢只大道之精今日又有得追下啦，咁啊结果就中外档冚上嚟，个势相当劲啊，过咗对摆前面走嘅马，埋边双天至尊、灰马赤火骁龙。跑第四名，应该系嗰只逐步赢啊！六号嘅大道至正啊，苏兆辉咁啊，5.2倍再赢啊！跑第二名咧就系3号双天至尊钟奕礼，10号嘅赤火骁龙啊，何泽宇第三啦，第四名8号初出呢只冷门啊，逐步赢啊！五鹏志马房嘅初出马跑翻个第四啊！大道至正打搭再赢，今日亦都有得追。呢个路程都系拍住赤火骁龙嘅二三。
睇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六号嘅大道至正啦，独人派52蚊，位置派17.5，跑第二名系三号嘅双天至尊啊，位置派45.5，跑第三名咧就10号嘅赤火枭龙，位置派16蚊，连人位三搭六派399.5，二重彩啦，六号、三号顺序派860蚊，三重彩六号、三号、十号顺序派4272蚊，单天咧派491蚊，位置 Q 三搭六派116.5，六搭十派35.5，三搭十派119.5，跑第四名就系八号嘅逐步赢啊！逐步赢到第四啊！丰城多彩都追翻第五，睇翻第二名张相啊，双天至尊啊，一路成条直路都顶住嗰只赤火枭龙啊！好，苏兆辉复出都有马赢啦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一格夜热门嘅派20.5。初出跑1800都可以近一近啦，咪其他更加失望咧。所以就日就越将系一啲焗热啦。赤串马、四连环预计派彩3号、6号、8号、10号派15026蚊。郑俊伟四 win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6号、3号、10号、8号顺序派261570蚊。前面又斗咗一段两只，咁啊遇人得利啦，大道至正，咁啊跑到追好好嘅。赤火枭龙都啊食好位啊，过嚟过去，相啲至尊都过唔到，一味军卒啊，系咯，至尊弯得拱开只幸运精选都上嚟噶，谂住你相天至尊都唔够锐啦，过紧你啊，顶全条直路都要顶住，临尾都落飞噶赤火枭龙，系好多添啊，系啊，嗰就大道至正，最后多边。苏兆辉啱啱嗰场跑第二，呢一场就赢翻。咁啊，嗰只三岁马就睇下之后跑咩啦，会唔会继续泥地啊？丰城多彩定落班啊？都可能要稱翻今日，即係我係跌跑線係有啲著數，所以都形成佢都有啲走勢。咁大家自己傳幾下，傳幾翻咯。好，又添一邊先啊，鄭俊偉。係啊，第四邊睇翻個直鏡，一起步咁啊，多啲快馬粉紅眼罩啦，雙天至尊。入面都不慢的、妙算歡騰赤火枭龍日就月將在中間位置倒啦，大外檔幸運精選守住內欄逐步贏豐盛多彩，紅粉風彩第一個彎就蝕好多，差不多四五搭彎的，外面還是 得勝多，縮了後面一連風月、大道至正、帝豪大師，包尾位置呢就是那隻怪獸豪俠金絲大將，頭兩段的步速呢就稍稍快啲嘅，咁但係呢去到第三段又偏慢啦，第四段又正常啦，即係相對於比起正常時間呢，所以呢一組呢就唔係話快 pacing 嘅，即係你極其量講係拉雲係中等到啦。咁你見嗰隻雙天至尊都放得好順嘅，因為嗰隻幸運精選就冇上嚟逼佢啦，結果撳慢咗少少，咁就跑得返喎，呢隻好嘢就即係好難揀，我覺得啊，雙天至尊。赤火枭龙就咬住佢嘅，两只都贴咗栏啦。头马嘅大道至正就喺尾三嘅黄衫嗰只嚟嘅，都跟得顺啦。佢啲妙算欢腾起步咧，拱咗两下又唔拱，咁你咁啊跑法呢只马冇噶啦，你唔攞咗条栏系嘛？其实佢做到嘅，如果真系大力咁骑上嚟，好过而家咁啲中间已经褪啦只马。嗯，其他又点咧？丰盛多彩呢度移紧出去嘅，跟住佢上啊大道至正嗰啲位啦。逐步赢就喺内栏嘅。逐步攬咯，佢系逐步攬啊，逐步攬。其实佢都好烂嘅呢只马，大大边咁样砌落去，中间嗰只金丝大将又唔系话好追住呢场。日就月将都打开晒噶啦，都喺佢隔篱咯。佢摊长咗好似又冇咁劲
添啊，千八。苏兆辉都小心啊，临近终点又走埋去嘅啫嘛，即刻修正先。又罚你，系啊，稳阵啲啊，大佬。唔好又停赛。冇事。九万是大可能。系啊。好啦，今日第五场都复榜完，不排彩作实啊。位置 Q 是三搭六派116个半，六搭十派35个半，三搭十派119个半。组合六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一界二热门嘅派20个半。二重彩六号、三号顺序派860元。四连环三号、六号、八号、十号派15026元。四重彩啦，六号、三号、十号、八号顺序派261570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二号尾关六号派674元，头关二号尾关三号咧派647元。分段时间头段13:41，第二段23:04，第三段24:59，第四段23:65，末段23:89，总时间1分48:58，比标准时间快接近两线嘅。